佢話呢個係 the pushing game， 我以為唔得噶啦。Natalie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Natalie， 我想問下你哋覺得依家嘅 quality 點？其實咧，我哋依家就要去杭州，但係我就出門口之前漏咗部相機，所以我依家用緊呢個 iPhone X 嘅最新前置鏡頭，帶俾你一個全新嘅體驗。哦，我唔係個 iPhone 8咩？我咩啊 ？iPhone X， 我個8啊 8。我細佬話佢凍咧，著咗件褸，好核突啊！我哋到咗杭州啦，睇下出边。屋企都冇咩好睇，净系得啲草同埋啲草咯，诶树。我哋大概40分钟左右咧就会到酒店噶啦，咁我就 hea 住先啦，都冇乜嘢好影嘅。不过有个秘密嘉宾，噔噔，我哋今日金情 trip 嘅特别嘉宾，你要说什么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。我哋咪係黃色張牀咧，好硬 ，so 硬。你電視機怎麼是歪的呀？我不知道。換咗大房啊！好大啊！但係張牀咧都仲係一樣咁硬咯，好 sad 啊！這是什麼？知道蘋果嗎？長得這麼醜的蘋果。我们在等吃饭，所以到处逛一下。戒糖，还不如让我去死。好靓啊，呢几张明信片。我都唔同你食啊。吃饭啦！吃什么来着？杭州菜呀、啊。哇，输赢啊！哦，估唔到咧，我哋而家要去 club， 我们在走红地毯。耳朵现在超啊，听不见。嗨 ，Shirley， 走了。我们不见，讲话就得呼喊，里面的声音真的太大。原来咧，成头啦，跟住成衫咧，全部都系啲烟味咯，真系好臭啊！我顶，录到你放屁。下雨，我想去河坊街。河坊街，河坊街，河坊街。吓死我！架车后边有个 Spiderman， 到咗啦！蟹粉豆腐啊！呢个蟹粉唔够，好 sad。偏宜村，好似喺杭州好出名嘅拉面嚟嘅。猫耳朵啊，唔系真系猫耳朵。扇贝，下一个目的地。好臭，有好香嘅臭豆腐啊！臭豆腐，好臭啊！好臭啊！怎么说？好臭啊！好臭啊！好臭，好臭。
臭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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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臭我哋系咁咳啊，所以买咗杯雪梨汤。怎么样？好喝。我也要喝。不行，臭豆腐来吃了。臭豆腐。真的。煲盐煲盐啊，好喝。那我只买饭了一个榴莲呢，榴莲哥，榴莲哥，甜品店带你找初恋，甜过初恋的烤榴莲啊，来自泰国的啊，好香，好吃，实在，现烤，不是，要现烤榴莲嘞，来自泰国的，我去，超级多，好似糯米的感觉。往里走，往里看。炖鱼，就是一粒一粒咁样。辣椒。点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点啊，哥？闻到很香，是哪一个？我系唔会试噶，嗰个咧系粤嘅 yogurt 嚟噶，好好味噶。然后都是哥哥说，我看起来像16岁。你九几的？96啊。96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叫我哥哥啊？对啊。占便宜了，占便宜了。原来他比我小，他97，我老了。各位，我老了。这个劲好食啊，超好食。K 翻到嚟啦，跟住要瞓觉啦，已经5:30啦，早唞啦各位。8:30，我们起来吃早饭。我们要来揭晓这是什么东西了。你先吃，咬的吗？咬吧。这皮不能吃，像李子一样，像桃子一样，有点像 plum， 反正就是。甜甜的，然后里面超软的，很多汁，好香。吃完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我头先以为呢位茶啦，每张台都有，但系咧系醋嚟嘅。虾嘅小笼包同埋虾肉云吞。走。Shirley 要搭高铁走啦。拜拜。慢点，拜拜。原来冇喎，咩都睇唔到。我哋而家已经到咗机场啦，准备飞翻去，但系咧翻机又 delay。咁我哋又坐低搵嘢食啦。我嗌咗碗汤。又系时候飞翻香港。条片咧就到此结束啦。如果你中意我条片嘅话，记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同埋唔好记得 follow Facebook 同 Instagram。我哋下次见，拜拜。等不到双子座。